2008年7月12日，加拿大第一次跟爸爸妈妈一起来披萨哈吃披萨。加拿大，看镜头。加拿大，啊，你又要玩两奶瓶吗？我不跟你玩了啦，快点，给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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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你的奶瓶都怎么了啊？在看谁？啊，你都不看妈妈。啊！妈妈给你大头照，咦，大头大头！干嘛一直抓自己头发？头发痒啊！哎，爸爸看镜头吧，不要装那个臭脸好不好？爸爸每次都装一个臭脸。抓头发了，你好奇怪，妈妈要把它挡。